会伤身，伤身。嗯，要看哪笔记啊？我们上我们上一次干了什么失忆？我会帮你们回忆。上次打了木乃伊。等一下我会帮你们。我们上次打了当冲，打了木乃伊。然后我的干爹对我比中指。对，你的干爹对你比中指。因为你都无视他。好冲击哦！第一次看到他居然在我比中指。真是太可爱了，你的干爹。而且干爹就是那个样子，他就是那个样子，就看到那个鸟头，鸟头加松子。还有胡椒粉，马来西亚胡椒粉，为什么要胡椒粉？什么胡椒粉？啊？姑且算是吃饭吧，没问题，要粉。吃饭用具，我们十分开始了。我们十分开始了，对，让你们稍微喘口气，准备饭，准备酒，准备零食。要尿尿的可以去尿尿，对，要偷吃，先偷吃塞几口的，塞几口都可以。反正我们都是边玩边吃，正常正常。这是习惯，这是习惯，这样比较自在。我的笔。这哔哔声是什么？就有好像有一个咦的声音，没有吧？还是那是 B 区吧？那个是 B 区吧？哦，好，可能吧，就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啊，冷气的声音呢、啊？那个，我听到了、冷气的声音，或是暖气或什么的，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窗外，我这边的窗外下雪了，多冷啊！好哦，零下负三度，也不是说好好了，负三。那我今天没出门啊，我觉得就是、原本今天想说要出门，可是还默默的比啊。要说回来，哇，都是在没雪的地方才会觉得说雪真好。好了，我住在台湾，我也不觉得雪了。雪这种东西到底是有什么好的？一堆人跑去山上看雪，真的，真的就是。有雪就代表是那种天气冷到你会容易把自己的手指头冻坏，然后就会啪嗒一声可以剥落的那种程度耶。俄罗斯到底为什么？俄罗斯为什么要想到就怕，或是耳朵会掉下来什么？就是因为平常就是在没有不会有雪的地方啊。我们都是平常在不会有雪的地方，可是一点都不向往雪，太冷了。像外面就是白白一片，以前是很喜欢雪啦，然后后来一搬到这里之后，就是一个不，我怕滑倒，怕滑倒，其实是怕滑倒。因为下面是冰，摔得超痛的吧？对，屁股很痛，不痛。我摔过，屁股超痛的。又冰又硬，好痛哦！我去溜冰的时候摔过，我也摔过，而且是有点严重的摔过，可是还是很快乐。我没有，就是曾经有一点担心说摔到就是下半身不遂，可是还好没有。因为刚好是运气好了，撞到了好像有点不妙的地方的，然后单捡回来真是运气，捡回来真是运气好啊！
真的是身体真的是要保护啊，真的是还能四肢健全的时候，真的就是 然后对，是长不回来的，长不回来的，这个很这是划重点，长不回来，这个长不回来啊，断了就断了。就是大家到容易滑的地方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尾椎，虽然人类没有尾巴，可是人类还是有尾椎，对，要好好保护哦，对，真的要好好保护，不然摔一个那个坐骨神经痛或什么那个之后真的是麻烦。没关系啦，今天是温暖的地方，今天对他们那边虽然说是温暖的地方，虽然说是温暖的地方，可是还是有可能遇到滑的东西。对，谁知道呢？滑的东西，虫子啊，比方说之类的，陷阱啊，陷阱啊，毒油的什么东西啊之类的。OK， 那你们都准备好了吗？要 begins our deadly 我们的 wonderful adventure。干古斯塔夫这一句话我真的好喜欢。好，那都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咯。阿布，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次的话那个法术环的部分就是还是一样照旧吗？还是中间就是有没有啊？就上次你们不是有休息吗？就照上次啊，就照上次啊，照上次。就短休有恢复多少就对，好的。因为上次你们断是我不能让你们在这个时间暂停，然后让你们休一个小时，不行。你们这一瞬间的事情，让你们休一个小时，这样怪怪的哈。好，那我OK， 那就是至于上一集，也就是我们的上半部的部分。那 OK， 那我就帮你们回忆一下你们上次干了些什么。你们和探险队一群人，你们来到了金字塔，也就是目前。当然是照着这个藏宝图的地址，也就是上面的地点还有墓地，然后就是过去这样子。那当然就是你们在艾德福的沙漠，在进去之前，你们有被所谓里面的领头 Sarah 检查了你们的东西。那当你们他和你们确认之后，给了你们一点小小的就是帮助，然后当然他也担心你们进去发生很多事情，所以当然他就是帮助你们这样。而你们进去之后也发生了意外，你们发现后面的门被关了起来，开始整个空间开始在剧烈摇晃，地震，然后所有在墙上火灭一下子，还有你们手中回忆一下子就啪被灭熄，然后最后你们四个就这样子被坠落到了地下。而当然你们现在也可以确实你们是在下方了，那至于到哪里又是问号，毕竟金字塔机关这么多，谁知道现在在哪里呢？那你们坠落到地下之后，原本你们是分散的状态，但是后来你们也遇到也碰面了，而你们在碰面之后，你们也对照了，也是在中间的圆环的区域，也是看到那个碑上有提示，也就是关于这个空间的一个小小提示。那我上次你们做笔记，我有帮你们留着，你们可以对回忆一下，对你们上次做的记录。那你们就是继续往前走，毕竟你们打算说，看起来去那个很大的房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你们往前走，也照着就是印象还有抄下来的笔记，你们走到了就是，也就是继续往前走，最后你们往左转，然后也继续往前走。你们踏到的房间里面刚好是有两个铃木在那里，那你们后来也看到门被关起来了，也看到木被打开了，看到两个木乃伊，种族看起来是 Triton， 也就是 Triton 木乃伊就这样子朝你们袭击。那当然可怜的 Charlotte， 你在这一个自我防护，就是你们就是所谓的自我防卫自我保护之下，你们对看到 Charlotte 中，也发觉 Charlotte 中了木乃伊的诅咒，印堂发黑的状态，而现在也就是也没办法做什么，只能说撑下去。那你们也是在陵墓里面看到的一些东西，也稍微就是毕竟宝藏嘛，搜刮一些。而你们继续往前走，你们打算去这个大的房间，而你们就是从上次就是从这里
开始的。当然，你们上次是一整排就这样子，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进去。那当然，我记得是 Leo 你是先踏进去的吧？我记得是你先踏进去的是。没有，应该是路易斯先，只是我有先丢一个火把进去探路。啊，没错，对。那我请路易斯，你帮我塞一个 perception。等一下哦。现在盾牌在你手里了，你就要跟美队一样探路。对啊，鞭子我们交换了就是东西，然后鞭子现在在你那，你可以当印第安纳琼斯了。OK， 路易斯，你拿着 Sarah 给你的，就借你的，当然就是原本是借 Leo 啦，但是当然就是你跟 Leo 就交换了这个借的物品。你拿着 Sarah 的这个小小的盾，然后慢慢的往前走，你看不到面前有什么太大的让你值得在意的地方，你只看到就是前面有一个宝箱，你看到附近也就是壁画。我给你看，给你们看一下示意图。你们看到的房间是长这样子，好多哦。我们有看到中间那边有一个大型的石棺吗？有，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因为路易斯照亮的部分，然后看的部分也是不清楚。哦，我应该是走最后面。我应该是跟在 Louis 的后面，所以我应该是第二个。那我应该就第三个了吧 ？OK， 嗯，我就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在这后面，还看到了某个有着兽头人身的家伙对你比了一个中指，好，这个很难忘记的，嗯，好，太冲击了。Louis， 你有打算做什么吗？我就对队友说，看起来应该没什么危险吧，目前啊。看起来而已。然后我要先慢慢的走过去，捡起我丢在地上的火把。你慢慢的将火把捡起来，继续燃烧着。然后我要再一次把火把丢出去，我认为要朝着石棺的方向丢过去，看打在石棺上面会不会触发什么东西。你帮我甩个投掷好了，你帮我甩个投掷 ，1d20 加你的敏捷。11，你将火把就举起，然后投掷，噗！你们看到？Leo 丢出了这火把，开始在空中转了几圈，二三四，落在了那一个巨大的石棺上，但没有任何事情，就看到火把在石棺上面这样子静静的燃烧着，也没有烧到整个石棺，就这样子，火把就这样子静静的躺在那。看样子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这是什么样的地方啊？就环顾四周，然后看看还可以再看到些什么。帮我塞 perception， 看得懂一些。这当然可以，帮我塞 perception。我也想要看一下。当然，我们现在应该都进去了嘛。对，你们都进去了。是一个大房间。其他人可以看吗？想看都可以看。那我想要去看石棺上面的雕刻，看有没有写说。此处五银三百两之类的，非常感觉里面很有钱的之类的话语。你有帮我塞调查？啊，居然是调查，完蛋了！啊，真的是 Leo， 你可以去死了！11，我四处看看，我才一夜控。欸，那个翻译本在谁手上？翻译本在谁手上？嗯，翻译本。
应该在我手上。那二手再筛一次，在二手，二手再筛一次，你再筛一次，优势。哦，是 perception 吗？哦，啊、对。好。哦哦哦！真的仿佛看了一阵子，发现什么都看不懂，才突然想哦，对哦，我有翻译本。啊是的，也看到阿瑟就在那边，哎、欸，翻翻翻，在顺顺稀稀刷刷找翻译本的时候，我们从肖尔之前开始。肖尔，你看了一下四周，你发现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陵墓，或者说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存放着物品的地方。你也不确定，你看着上面的雕刻密密麻麻的，还有石碑也密密麻麻在这个地方伫立着。你注意到上面也有大大小小的，类似。你之前也看过，你看过了鹰头人身的东西，也就是石板画。你也看到了像是侧面的画，也就是在那里。你也看到有个像是人身还有狮子身的画，也是在石碑上，就这样刻着。哎、欸，再来是 Ruiz， 你在看着周遭的时候，除了当然你也有看到这些之外，你发现这四个石碑。你注意到这四个石碑，也就是在坐落在附近。那当然离最靠门口的那个石碑，也就是示意图最靠车口的那个石碑，看起来上面就像是在叙述着什么故事，就像是有顺序似的。你只看到人，你看到了一个女性的样子。当然，因为是图画嘛，你看到就是一个女性的人形在那。你看到第一个人形，一个女性的人形坐立在那。随后你看到了两个，而且你注意到同个女性，应该说每一个柱子上的那个女性都是同一个人。那你逐渐看到第一个是原本只有一个女性，第二个你看到了两个女性，你看到一个女性是跪着，另外一个女性是坐着，而和第一个柱子对比都是一样的女性，而第三个那坐着的女性站了起来，从那一个蹲着的也就是跪着的女性手中拿取了看起来画着像是一个瓶子的东西，而第四个，你看到第四个柱子，你看到这个女性后面冒出了像是触手般的图雕，而奥森，你在看对比的时候，对，因为 Leo 我要把你放最后，对，调查那是放最后，奥森，你看着就是注意到，也都有注意到这一些，然后。你也发现到了，就是对照的原本就是一个我的对翻译本，对，你在翻着翻译本，然后对照着每一个古代的文字，你注意到上面就像是你看到它上面写着，以对照，也就是对照过后，你看到上面这样子缓缓的书写着它。女性的她，你对照是女性的她，她为了她自己的利益，她和那个家伙选择了交易，而她愿意舍弃全部换取永恒。而你看到永恒，你对照那个字，你发现这个永恒被刻得非常的大，然后你注意到下面还写着。他可以知道代价是什么，他知道所有的，你看到他是说，是真的是三个，所有的生物还有神不会原谅他，可是他不劝着，他放弃了，他为了这一切，他为了这一个。他可以承受这些代价，当然他没有说是哪个这个的，你不知道是哪个这个，就是他纸上面就是对照翻译过来是哪个这个这样子。然后你看到后面代价，你注意到后面代价是，你看到代价后面你还看到了几个如同是蛇状的雕浮雕在下头。你详细看，你也注意到这些蛇都有花纹，花纹袋子，就是你花纹袋子。对，而且你在
探查的状况下 ，Leo， 你摸了摸，你看了一下石棺的背后，看一下有什么。你注意到上面也有文字，然后，你看的不是很懂，毕竟书不在这，也没有可以对照的，而且你本身也不是修这一块。你看了上面，看起来是像是漂浮的东西。虽然你已经看过不少壁画，还看过了类似女性肚子变大的壁画，这些都看过了，感觉好像这些都不意外了。你看着上面，然后你注意到箱子，你看到壁画上有一个箱子，然后你对照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好像是这个石棺。你注意到这个，你注意到它这个壁画上这个石棺。你还看到这个对照，如果来说，如果假如说这个石棺就是这个箱子的话，你看到后面还画着天秤，还画了一个心脏，你看到还有一个狗头人身的人，手上拿着安卡。六，帮我甩个 intelligence， 我看一下你知不知道安卡是什么东西。千万减一零，我根本不知道安卡是什么。你想着截图，有截图，想着，我记得好像书上交给奥森的书上有写着安卡，路易斯的那本书上有写着安卡，但安卡是三小。安卡是三小能吃吗？那这个石棺的上面这些画有没有给我任何一个感？有没有任何一个画给我的感觉是打开这个石棺可能很危险之类的？没有。哦，好，那 Leo 会手贱的想要去打开它、欸。帮我甩个，先用手对推推看好了。Athletics 或是 Strength， 挑一个你喜欢的。力量吧，力量或运动，挑一个你喜欢的。哦，脑子不聪明，但肌肉很好使。19是这样子的。Leo， 你缓缓的，就是看了一下其他，看起来，其他的成员们正在努力的，反正跟他们行事这么久，应该没什么状况吧？你用力的推，你看到时光缓缓的被你推开了一点点，你注意到里面放的大大小小的类似仪式用仪器，你还看到了一些让你觉得非常感觉不错的东西。你注意到里面放着两瓶不知道是什么，不内容物不明的罐子，当然它是用陶制的罐子，是陶制的罐子，两个内容物不明的罐子。你还看到了三张卷轴在里头，与比起其他你一看就觉得感觉不值得的之外，这些东西是目前你看起来是最值得的了。哦，所以有两个罐子，然后还有三张卷轴。是，我想先把罐子拿起来摇摇看，看听听看里面装的东西是液体还是固体还是什么之类的。液体，听得出来，陶罐里面是液体的声音。哦吼。然后还有三张卷轴。哎，场外问一下，魔法卷轴这种东西是不是打开来它就会释放啊？没有，有的好像要念啊。对，要念，就是一回合使用才会。对，你就是类似像说照着说明书念，然后念出来就放了。但是就是它不会吃你的，不会吃你的法术草了，不会吃你的法术草。我只是想要确认一下，会不会打开来研究的时候，瞬间就被自己打魔法卷轴上面的火球之术砸死？没有没有，就是你放才有，你要放才有。你纯粹研究不会那个啦，纯粹研究不会啦。好，那哪有那么好放的啦？这样法师打开来看这是什么卷轴的时候就爆炸了。不是每个 wizard 都是这样了。那两块我就先不管了，先收到包包里面，然后三个卷轴我先打开一份来看一下好了。
你帮我甩个 1D20。你看着上面，你注意到上面，你看不太懂上面是什么，但是你看着上面的图样，你大概可以分辨得出来，大概可以蒙得出来是，创造食物和水之术三小，三小，我现在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Leo 应该就是我到底看了三小的那个表情了。好，那Leo 可能就创造食物和水，是怎样五饼四鱼吗？还是什么？哦，我忘了，太久没上天主教学校，我都已经忘光了。然后他可能就会放弃去解，尝试去理解剩下的两个卷轴。然后总之这些东西应该都可以换钱，就把这三个卷轴也都塞进包包，不研究剩下的两个了。我看一下其他人，你们帮我塞个 perception， 看一下你没有注意到Leo的这些举动，嘻嘻沙沙，嘻嘻沙沙，嘻嘻疏疏的举动。Shot 没有注意到，可是路易斯跟奥瑟你们都注意到了。那路易斯就直接说：“哎，那个 Mr. Grantie， 你那边有发现什么吗？”有啊，三个卷轴，虽然看不懂上面的到底写了些三小，不过应该可以值蛮多钱的。就很好奇，想要看看。哦，那我应该会给你一个我还没有研究过的卷轴，然后那你看看吧，看你能不能看个出什么端倪。帮我甩 ED20， 我就接过来看看。帮我甩个 ED20。我可以借我看看，我也看。还有对，还有一个、哦，我把剩下另外一个也给阿斯。来 ED20， 那我也丢 ED20。路易斯，你看着上面，你对照着你的那个I那个。埃及古埃及语录门埃及百科，你对照这一下下，然后你发现上面大概还有加上上面的图画，你比对一下，然后发现是烟雾树 fuck cloud。 对，你们这时你们这时路易斯，你脑中你想起了，不知道好像在哪里听过，你想起了啊，对，你想起了 Leslie 跟你说，哎、欸、爸爸，我在上课的时候啊，我听到有人说 fuck cloud 耶。当然，你应该不会这样念。你想想，不对，这个烟雾树跟干干云树是不一样的。然后沈，你在看着路易斯在陷入沉思。小来，我家小来到底都在学校学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奥瑟，你在路易斯在陷入沉思，在喃喃自语的时候，你对照着你的翻译本，然后对照着卷轴，然后你看着上面卷轴是刀子，然后你打量一下是 ice knife 的卷轴，你注意到上面 ice knife， 你还发现就是这一些，因为你有对照本关系，你发现上面这些都是古代的祭司所写下的东西。哦，是古物哎、欸，天啊！一环，这些都是一 level one， 然后大家就是直接放，不吃法术草，这些都是不吃法术草的。嗯，我直接我就是想了一下，然后我把这个就是我的这个交给亚瑟，然后说，不好意思，这个我真的看不太懂，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那就还麻烦你收下之类的。什么叫他收下？那是我发现的、欸。我这时候伸出一只手呀，该还给我了吧？哦，好吧，那我你就把卷轴还给他。虽然这个，如果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怪物的话，拿来用说不定还不错。三小。
你是说这卷轴上面的东西还可以拿来对付那些怪物吗？所以这上面是什么可以命令怪物的咒语之类的吗？没有，就只是放兵刃什么而已。简单来说，可以攻击人的法术。那三个都是吗？没有，像就拿。我们两个拿到了。Leo现在是宇宙猫咪，根本听不到你们在说三小。等一下，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知道这玩意应该很值钱。OK， 这个就是魔法卷轴啊，确实是蛮值钱的，而且它是古物哎、欸。哦，魔法卷轴啊，那我多少听过一些。如果是古物的话，那上面的魔法是几环的、啊？一环的。啊，那这个古物的价值大，实际上大于它身为魔法卷轴的价值，这个不要用好了。你看Leo很认真的小心翼翼把这三个卷轴收到包包的最底部。然后在总觉得不要用，感觉三个成年人在稀稀疏疏的时候，我想要对，虽然 Shout 也是成年，但是你是里面最年轻的，来 Shout 帮我塞个 Perception。这什么事啊？我还在谈钱的事情。Shot， 你眨了眨眼，你看了一下四周，你看起来这个地方看起来蛮正常的，怎么意外的安静呢？你东看西看，然后我想要你们全部帮我塞个仙宫。我不会跟你们说发生什么事，但是我想要请你们帮我塞个仙宫。Oh my god！Oh, good lord. 你们怎样做超快？小老跟路易十谁的那个仙宫？仙宫。小老跟路易十谁的速度比较快？应该是夏洛特比较快，因为路易十没有敏捷。哦、欸，我没加敏。出不来。好，在 Shot， 你在看着这一个，欣赏着这里的壁画，还有看着你其他三个大男人正在石碑前在聊着，对，两个石柱旁的石棺前面聊着话的时候，突然你感觉到不对劲，你注意到这个地方。开始你默默的往上看，而其他人你们也跟着看着小老头默默往上的时候，你们也跟着往上，你们注意到了尖刺开始缓缓的往下，而你们都注意到左右两旁的墙壁开始从里面凹了进去，而出来的是尖刺慢慢的移动，而这是第一回合，你们注意到是离你们还有很大的距离，尖刺Shot， 你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你要怎么做？我这样子 Leo 加39，对，这样加3的话，等一下那个 Shot 跟 Leo 谁跑比较快？我对两个敏捷，我只是确认一下，看是敏捷，对，我的是加3。我加1，那应该是 Leo。那 Leo， 你是先反应过来，你要做什么？你注意到就是现在石棺离房间的入口有55 feet。我要修。可是我大修的话，我可以跑到60 feet， 那就二话不说先大修好了，我要马上冲出去。Holy shit！看到 Leo 开始就是拔腿开始跑着，然后 Leo 你直接滑雷滑到了入口前，然后在你们看着 Leo 喘着气的时候，笑着你要做什么？你知道 Leo 是最快的，冲到入口在那边喘气，房间的入口。我
我还是再看一下附近看有没有啊，我再看一下就是附近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会吸引我注意的东西好了。好 Perception 小小，你注意到这个尖刺的这个东西，这个房间的尖刺是会一直往下左右上下一直挤的，而你发现这个尖刺不是慢慢坠落，你发现它的速度其实蛮快的。那我就跟你们说吧，我直接贴给你们所谓的先攻顺序，因为你的那个，对，因为你的高观察力的关系，我写的，我注记的在这里。发胖，好累。再来是尖刺，我撒一下哦。尖刺满满往缓缓的往下，开始变得更紧一点。那我先说，距离入口是55 feet， 然后现在尖刺离你们的高度现在是100，也就是100的高度，上面是100，然后左右两侧目前是40，会越来越近。然后到零的时候，也就是会把你们啪夹起来。好 ，Louis， 你要做什么？就尖刺这些都看得很清楚嘛，看得很清楚，你们都看得很清楚。那当然是跑啊，就直接，就是好，我先来跑个30就好了，这样。好，你先跑30，然后距离还有25 feet， 距离入口有25 feet， 然后你看 Leo 还在入口喘气，好。阿神，你要做什么？就然后路易就大叫说：“哎、欸、，Mr. Grant， 你跑太快了吧！你眼瞎、啊？那种东西掉下来，你还不跑快一点？”然后就路易在那边，在掉下来的时候，左右是在夹击哦，左右也在夹击哦，所以是上左右同时哦。阿神、啊、要做什么？要不要直接跑呢？可是有点在意。我想要观察一下石棺里面有没有什么看起来像机关的东西。帮我塞 investigation。哦，好紧张哦！你往石棺里面看，你注意到刚刚原本应该是放满仪式用品，但你发现奇怪，为什么现在开始看到除了仪式用品之外，你注意到石棺的底层开始满满的有大大小小的蟑螂在爬。啊！再来是尖刺，我还可以移动吗？你可以移动，但是没办法，就是全部你不能 dash 这样子。OK。那总之，我就是把我的移动用掉，然后朝出口的地方。OK， 你看到石棺里面满满的蟑螂，你愣了一下，然后开始往前拔腿就跑，然后你距离入口一样25 feet， 你跟路易斯刚好那个互看彼此。再来是尖刺，看到尖刺缓缓的又继续落下，现在上头离你们现在是对来的11这样子的话，它离你们现在是上头的上方是80 feet， 左右两侧现在是30 feet， 到20 feet 的时候，我到20 feet 15 feet 的时候，我就会叫会开始移动困难，因为你们要 acrobatic 要去穿的，我先跟你们说一下。好，再来是。再是有个猫肉球要变串烧肉球，再是对尖刺继续落下，上头的继续落下，现在变成75 feet， 然后左右则是25 feet 的宽度。再来是 Leo， 在入口 Leo， 你要做什么？我要马上拿下我的鞭子，然后朝着正中要甩出去，这样子大概10 feet 的长度。然后说：“快点抓住绳子啊！”
好，我的回合结束。好 ，OK。我想要看如果有谁到时候拉惨了，我还可以拉一下的。OK， 那我对这个是 trigger， 对你这个 trigger 没问题。好，再来是 shot， 你要做什么？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你现在离的是你离路口是45 feet， 因为你没有往前，你就是四处看的话，所以你比较近一点。好，那我就全部的回合也都先拿来跑到门口。好，你看着尖刺开始缓缓落下，你吓得赶紧拔腿就跑。你对你现在直接看度略过了 Leo 旁边的鞭子，直接。因为左右两侧是在一直在往中间在拢靠，你可不想要被这两个尖刺给刺穿啊！你拔腿直接跑到Leo旁边喘气。OK， 你也在路口了。然后再来是尖刺，看到尖刺缓缓的落下，然后现在是落下，它骰子是12，所以现在上头离你们现在是60 feet， 而左右已经到了20 feet 左右了。Louis， 你要做什么？就总而言之跑就对了。好，把回就是回合整个用在就跑步上。好，你直接冲刺，使劲的吃奶的力气，所有的上下的那个脂肪当做动力，直接冲过去，砰砰砰！看一下哦 ，Louis。帮我做个那个好了，你帮我做个 perception， 我看一下会不会被 Leo 的Leo 的鞭子绊倒。我只是看一下。哈哈哈哈哈哈！哈 Leo， 你帮我甩个 stealth。对啊。好。我刚好。高你一个，我甩了13。是这样的 ，Louis 帮我做个，所以你会帮，帮我做个 Constitution Saving Throw。哈哈哈哈哈哈！救命啊！哦，砰 ！Louis， 你。你在奔跑奔驰的同时，你距离路口已经只剩下10 feet， 但是你完全没注意到有一个暗绳在你的脚下。你正要掠过的时候，这个绳子，你给我看了一下利友跟你不一面下去，然后你滑了一脚，痛面着地，你自己受到了1点伤害，然后其他人帮我做 Constitution Saving Throw， 其他人全部看起来我滚过，我碾过了，嗯，哇，哇，哦，你站得直直的，你看到地板突然大声的就大的摇晃了一下，在路易斯跌倒那一刹那，是同时地板大力的摇晃，左右摇晃，你看整个空间，等一下，然后你看，然后你才是稳扎稳打站着，利友你也是，你看着你的鞭子就然后你也稳稳站，可是修尔特你并没有那么的幸运的，你看到这个巨大的震动摇晃，你站不住，你撞到墙壁，你受到了1点伤害，一对就一对你也是一。房间也受到一点伤，就是一点就是一些伤害。对，房间对，此房间也有受到伤害。你们感觉到这个正在下落的陷阱，好像还晃动了一下，还落下了几个沙石。好，阿瑟，你要做什么？你要被几个沙石打到脸？你要做什么？我赶快跑！好，哎呀，我又被打到脸，我要往入口的方向冲，好，就 dash。好，那你 dash 一样，帮我对，帮我甩个，你帮我甩个 inside， 然后 Leo 一样，stealth。哎，是 inside 吗？对 ，inside 或 perception。我觉得现在教练是放空哎。哦哦 ，perception。居然都有人跌倒了！你看到已经趴在那边，就是正在努力要站起来的路易斯，你直接略过了他，直接跳过去，
把他当作那个跑酷直接跳过去，然后冲到入口喘气。再来是尖刺，所以我瑞士还没出去吗？还没，你离入口十 feet， 如十 feet， 十 feet， 快了快了。你看到尖刺开始缓缓落下，但这次只甩了五。看到尖刺缓缓的落下，现在上头已经离是55，然后宽度因为只有甩五关系，所以18还没到15。Leo， 你要做什么？路易斯刚好在食指范围，我要挥动一下鞭子，让他缠住路易斯的毛还是肥手什么这些，总之把他缠起来，然后用力往后一拉。来，帮我那个命中，命中就命中，鞭子命中，鞭子命中。哦耶，18。路易斯，你有 AC， AC。有我14。那有有有，没有11。那有卷起来，有卷起来，咻！啪！你们听到了花一个响亮的鞭子声音，路易斯的手被 Leo 的鞭子给卷了起来，然后 Leo， 帮我做个 athletics， 或者说你要 hold action， 让其他人帮你这样子。你要 hold action 是可以。我觉得 Leo 一个人拉不动了。我觉得 Leo 也拉不动，我就 hold action， 然后说：“哎、欸，不要发呆，帮忙拉。”Shout。那我就帮忙拉好了。好，两位帮我那个，你们挑都可以，你们要力量、纯力量或是运动都可以，挑一个你们喜欢的。然后 Louis 帮我甩一个纯粹的 Constitution。我可以帮忙吗？还没到回合，我先看一下，我先看状况，看状况。OK， 真的胖。我这边17。没丢出来，没问题，够了，够了。我要你们两个加起来的，砰砰砰！你们，奥斯，你看到 Leo 和肖尔是花紧的吃奶的力气，一直拉着路易斯。当然，你看到路易斯算非常的笨重，感觉在拖的时候还有几粒粒沙石，然后还听到了那个咚咚碎裂的声音。你们开始拖拖拖，努力的拖着路易斯。加上路易斯自己的滚动，自己滚动，慢慢的滚到了铃木的房间，而你们注意到后面的那广大房间，就这样子看到的落下线，最后就这样子砰关了起来。你们要做什么？结束了，先攻状态结束了。我要先大口喘气。我们刚刚是有触发到什么吗？不然他为什么会突然？应该是那个石棺吧，可能打开来就，或者是你把里面的东西拿走，就会出事情。看来我真的老了。趴在地上的猫球说：“谢谢了。”去试图把路易斯拉起来。你还好吗？应该还好吧。谢谢你们了。然后爬起来，然后拍拍身上灰尘。阿干，等一下，我突然想起来，你们看到 Leo？突然想到什么，然后开始拍身上，然后又看了看已经关起来的石棺门。啊、糟糕、哦哇！我把火把忘在里面了。哎、欸，没有错。没关系，有没？我有，没关系，有灯，我还有。你那有的感觉起来超邪门的、啊。为什么？它只是蓝色的呀、啊。嗯，蓝色的还只是哇。嗯，干嘛没见过世面？有蓝色又怎么了？还行吧，看得清楚就好了。换啊，好行，不然这样子好了。接下来你有油灯的话，你走前面吧。反正拿着火把，我也没办法拿这玩意儿。然后我从背后抽出我的上帝神才来福枪，我接下来就我要一直拿着双手拿枪了。
这样比较安心，我还惊。拿枪对，拿着枪也没办法对付陷阱啊！没关系，没有，这样我们至少这么说，我们得往回走。我就把我画地图拿出来。这样的话，我们该去哪里？上面吗？上面那个房间。我们可以去上面那个房间，或者是去我跟 Charlotte 还没有走的那个单独一条往下的那个道路，在最下面那边。嗯，看起来是死路。对，可是有可能他那边刚好是阶梯什么的，才会画成这样。然后下面这里有一个小房间。可是我有点不相信小房间。我这时候指着那个旁边我们去过的一个小房间，然后说：“这个小房间里面有虫。”然后我又指了指我跟肖拉特遇到蜘蛛的那个房间，说：“这个小房间里面有蜘蛛。”然后我这时候再指了指中间的那个小房间，然后就说：“要我猜的话，这个小房间里面搞不好有蛇哦，你确定要去吗？”嗯。先不要吧，这房间都差不多啊，每去一个房间大概都是一个惊喜吧。嗯，惊喜包，所以只能选，反正总要选的吧。我们先去上面的好了，感觉比较紧。好，哎，不过中间还有一个，也是好像也是一个房间。你们默默就看了一下，就是两个已经开的石棺，然后看到原本关闭的石门现在是开的。那你们随着通道这个狭小的通道默默往前走，当然虽然狭小，但是路易斯还是可以勉强挤得进去的状况。所以就是你们默默的就往前继续这样走着，然后你们遇到了一个岔路，一个是继续往前，一个是往右转。有人打算要往右转吗？嗯，等一下，如果我们从这哦，不要往右转好了，先不要。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那个中间那个小房间。对对对。对，先往先不要好了。那个小房间，那个右转那个方向看过去是一个门吗？你默默的将头就是转了过去，你注意到是类似像是这样的房间。看到的是这样子，怎么办？看起来就他这个样子，利用反而会想要手贱去看看看呢、欸。所以是这个门哦、喔。我可以看，我可以解读门上面的那个文字吗？可以，帮我塞 investigation 优势。我也可以过去看看嘛，看我，然后我有就是手边有那个就是百科书的话，能不能看个所以然？可以塞，没有优势，但是可以塞。哦，旁边那个实体也是在的吗？如果是的话，我想要去研究一下那个实体。好，那个 Leo 帮我塞 investigation。啊。总之，我就是拿着我的提灯走过去门口看。那我可以。蛇。夏洛特要干嘛？哦，那我可以看右边那个像是柜子的东西吗？可以。我是想要看这家伙的服装，看他残留下来那个服装能不能告诉我他是什么年代的人。没问题。那我先从 Leo 开始好了。Leo， 你在看着打量着这个尸体的时候，你注意到这个尸体已经干枯了许久。要说的话，它基本上看起来不像是，或者说可能是你打量着上面衣服的碎布还有碎料，看起来感觉是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人。可是为什么会有中世纪的人在里面呢？你注意到有一个破碎的灯笼在那里，然后你看到他的头，额头那边额骨
虽然已经是溃烂了，你注意到已经都是已经干枯的状态，但是你看到他额头上面凹了一个大大的凹槽，然后你注意到他的下体的部分好像有什么人把他的下体切掉了。哈，你在打量的，我今天要把一只手臂拆下来。好，咔哒咔，非常响亮的声音。好，你拿到了一个手臂。好，Charlotte， 你在看着，你又拿了一个手臂，一只那个干枯的手。好 ，Charlotte， 你在看着右侧的，也就是雕像。你注意到这些雕像看起来三个是并排的，然后就紧紧的，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小小的石台上就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你看到上面有微微的火焰，而你注意到这个火焰，你用手去碰触，发现是不会烫的，看起来就像是在这里待了很久很久。你摸了一下，你注意到好像这三个雕像看起来，你尝试要拿起来，但是拿不起来。你发现它就是直直站在那，然后你仔细的观察，你发现这三个都是穿着仪式的服装，都是仪式的服装。然后还是 Louis 跟 Arthur。你们两个虽然都看了一下门，看了一下周遭，但是你们都两个都有注意到，也就是在对照着你们的翻译本，还有就是古埃及的对照入门学这样。你们看了一下百科，还有看一下翻译本，还有看了一下上头的壁画还有文字，你们注意到上面写着侍女房，门上面简单说的是侍女房，侍女房。然后你看到你，然后你们也注意到旁边上面旁边都写着说着愿阿努比斯带予给他们平安的死亡，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在那一刻进行审判。路易斯就对亚瑟说：“这边好像是女孩子的房间，之类的。”然后，阿瑟，女房，你再帮我塞个那个 Arcana， 对，你的灯笼，你也灯笼。你注意到你的灯笼缓缓的发着光，然后你默默将用你的眼神默默的随着灯笼这样发光，这样摇动的方向，晃动的方向。虽然明明这里没有风，但是你看到这灯笼会微微的左右晃动。你将你的视线看了一下，开始晃动方向，你注意到了正在把人家手，对，把尸体的手凹断的理由的目光，跟他看了一下之后，你注意到就是一个倒带的画面。你注意到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人类，中世纪的人类，看起来穿的衣服衣裳也是中世纪，但是更像是，这就是古埃及人吗？你注意到这个人，然后你看到这个瘦小的人类看着这个侍女房，然后你注意到他突然去撞门，他撞了一次，看到你注意到你往上看，你注意到有大大小小的尖刺的刀刃划破了他的身子，然后你往上看，你发现已经是触发过的陷阱，然后你看到他又再撞了一次，最后你看到他的头就这样子，脑额的就这样子凹了下去，然后你看到他最后的样子则是摇摇晃晃的倒在了墙壁旁，也就是那样的姿势了。我就眼睛瞪大大的看着这全程，其他人应该也看到了吧？对。哇！我应该有听到他们说这个房间是侍女房吧？对，有。只要他们没有偷偷讲话就，就你就会看到鬼。然后你在把手的同时，你还会看到鬼魂。四千个，看到那个鬼魂死亡重播之后，Leo要一脸微妙的看着地上尸体，然后说：“哇靠，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要做人要有绅士风度吗？你这样乱闯女性的房间，活该被插死。我还是拿着他的手这样指着他。等一下，所以这个灯管是可以看到死者吗？不是死者啊，他们生前重播的一些片段。所以这个门不能强行去撞，好像应该会有陷阱吧？你们有想要进去吗？先是这个问题。侍女房的话，应该没那么多危险吧？没有，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藏宝图上面的字？藏宝图上面的字，藏宝图上面不是写一段字吗？等一下，然后写说忍者战歌吗？不是那个，就是有写到跟侍女房有关系。哦哦。侍女坟墓待查证，可能是本尊爱德福的那个。对，那也就是这个房间可能跟那个什么花斑戴的木乃伊啥的有点关系。那就更有查证的必要了。然后 Leo 就会举起他拆下来的死人手臂，朝着门用力的砸过去，看看陷阱还是不是依然的有效的状态。你将这个死人手臂往门狠狠的砸了过去，帮我甩个命中，投掷。一样是那个敏捷吗？对对对，运动的话，运动是力量吧？没有，是投掷。投掷，哦哦。投掷判定21，你将这个干枯的手举起，然后狠狠的砸向门砸了过去，然后没有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你往上看，你再度往上看，再度确认已经是触发过的了，已经不会再触发了。而且你注意到上面还飘来了一个淡淡的腐臭味，看起来这已经是触发真的很久很久的时候了。看样子那个陷阱应该已经失效了，应该是没啥问题了。然后这个时候 Leo 又走回尸体旁边，然后这回把另外一只手臂也拆了下来，咔，非常清脆的哦声响。然后好，我要走过去尝试开门。我想一下哦，这个门感觉，我先推推看好了，因为我不确定它的机关是什么。总之我就先朝内推推看看它能不能推开。你轻轻的推，你发现没有？到后当然如果用点力的话，你帮我塞个运动或是力量看你。好，来吧，推门啊。哇，21，你这脑袋发达的王八蛋。将门推开了，你发现可能是有，也就是可怜的一个牺牲者吧。你推开，你发现里头是这样子的画面。哎，卷开了，我还以为需要解锁。哦，这哪里看起来像侍女房啊？我又看到了尖塔了，感觉不是很 OK。我要把刚拆下另外一只手臂朝着房间中央丢过去，看会不会触发什么陷阱。没有，什么事都没发生。说侍女房其实就是安葬侍女的房间而已吧，就有一个石棺，没错。我想要看墙壁上的那个画有没有什么讯息。好，有事。那个也是一个石棺哈，是 investigation 还是 perception？如果是调查，就看你想要用光是用看的，还是你要调查，就是因为是有差别。就是investigation 是你会就是靠近去调查，那如果是观看就是 perception， 就是纯粹看。我们现在应该还没进去吧？你们现在在门口。先。
先观察一下地上有没有什么不规则的凸起或凹下去。帮我塞个 perception。古埃及人才哪有那么没创意，每个陷阱都一模一样的。怎样啦？你看了一，你看了一看地板，看起来都很正常。好 ，OK， 我非常没创意，毕竟我是一个从，毕竟我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有陷阱地带的死英国人。对，然后我就走进去。你看到奥瑟就这样子，非常的从容的走进去，目前是没有什么事。Safe。那我要稍微靠近墙壁来调查它上面的。好，那就是优势。你注意到这些墙壁的画作，你看到虽然不是说很明显，你注意到发现有些墙壁的画作就像是被人强势的毁坏。你看到上面看起来是有被人刻意破坏的样子，但你可以勉强的看得出来，你发现上面大大小小的壁画们，虽然有的就像是这就是出征吧，你看了一下拿着剑拿着弓箭骑着战马的人，还有战争的壁画。这些你除了看到这些之外，你还注意到了让你感到特别有兴趣的，你注意到在这个壁画的后续，你注意到后面，你看到的是原本看起来都是很正常，看起来就像是在记录战争，看起来是在记录一些大大小小的，或者说一般的一些文史，或是关于他们那个年代时候住记录下来的东西。但是你发现后者，你看到又看到了一个女性的石版画，你看到这个壁画，这个女性，你在前一个房间也看过她，你看到她后头有触手，而你注意到她的脚两侧。虽然说你看到都是有侧面，以他们的都是只有侧面，所以可是你看到以说两侧，因为你注意到有两只小小的有带着斑点的蛇在他附近。你看到这个女性手是举着的，手上还拿着一个闪亮亮的宝石。你看到这个宝石是圣甲虫的形状，有红色还有蓝色左右各一边。看到阿瑟走进去没啥问题，那利奥也就放心的走了进去，然后一样故意跟着直径的朝着石棺走过去，没问题。你看着石棺看起来非常的，比起和刚刚那个房间比起来，这个石棺倒是简朴了许多，倒像是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的石棺。好啦，那有这我先等一下好了，先看看其他人有没有要研究一下这个房间之类的，再去等大家都研究完，我再把石棺打开，不然大家又触发什么陷阱。嗯，那路易就也来看一下这个房间的，就是说明，就是图上面，就是房间壁画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东西。好，那帮我来调查说明这样。下入这可能会想看那个石柱的地方吗？可以调查。哦、啊，那趁大家在调查的时候，Leo要做一件事，他会拿出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个小型雕像，然后放在地上裹着沙子，然后开始搓揉那个雕像，开始假造古迹。错！你帮 Leo， 你帮我做个 ED 二十好了。我看到 Leo 在，你帮我甩给你手，我看一下像不像？我看一下像不像？ED 二十 Deception 。
欸，是谁？一第二十，纯一第二十吗？Deception 好了 ，Deception， 对。Deception 吗 ？OK， 好。骗一下，骗一下。他说你要干嘛？去。我甩出了十五。好，然后其他三个人帮我甩 Inside。Inside， 超过十五，你们就发现就对。哦，我没看到，大家都在忙。他某种程度的确是变成古物了，古迹里面的图，好笑、哦。OK， 那最后 Ruiz 有注意到 ，Ruiz 有，然后你也发现是假的。嗯，有点短。阿布有烟，有点短。OK， 阿布那边也对。我重讲一下，就是最后 Ruiz 你有发现是那个，你有注意到是你有注意到 Leo 在造假，然后你也有发现他是假的，就是 ING， 你看到他的 ING 的状态。我还拿起来，然后跟在棺木里面拿到的那个陶瓶比较一下，嗯，差不多了。现在这个25GB 的雕像，应该至少可以变成250GB 了。你还听到 Leo 这样自言自语？Wish 有一点不是很想，就是没有特别想要制止他。好，瑞斯是拿来骗你。然后可是，就是可是默默觉得，哎呀，他这么需要钱呢、啊。好，瑞斯就是你在看的同时，你就默默就是将你的视线又回到了调查之中。你在调查，你在看着这些墙壁的壁画的时候，你打量了一下，你发现。你看的跟 Arthur 是一样的，你发现是一样事情，一样的。哦，那个我就稍微的、就是示意，就是对 Arthur 示意一下说，说这好像是，就是这应该是我们刚刚在另一个房间也看过同一个女生吧。然后就她好像。他是你这样子，你觉得他是就是用这个宝石，还是虫，在就是让他能够就是召唤或者是使役这些就是条纹带斑点带子，看不出什么，嗯。也只能看图说故事了，可是还是不知道详细为何。Charlotte， 这边蓝色，你在听着三个大男人在谈话，对，在互相两个大人在谈话，一个大人在听到他在稀稀疏疏，但你不知道他在干嘛的时候，你当然你将你的视线看了一下柱子，你注意到这四个柱子，你注意到都有龙头，你看到有四个龙头都是朝各。两个龙头朝内，两个龙头朝外。你发现这个龙头看起来也不像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好像是有人后续追加的。Charlotte， 你注意到这些石柱，你虽然看不懂上面的意思，可是你注意到这些石柱感觉好像被什么后来的人动过手脚。你凭着你的知识，你再打量一下，你发现这个手脚动的并不远。你发现科技，你发现注意到这些科技好像跟你学到的近代的科技十分类似，你还看到了你的脚下有一个黑色的羽毛，还有一个泛黄的卡子，你还注意到这个卡子上面是有黑色羽毛的，也就是画着黑色羽毛，然后上面写着法文。怎么会出现在这边？只有夏洛特看到，所以你也过去看了吗？对啊，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玩家的惊叹。哦，对啊，对，又出现了。我看夏洛特有没有要拿来给我们看。My God， 那个科技的痕迹，就是是感觉就是那四根柱子，就是是本体有被动过，还是说他们的位置上面是有被动过？本体有被动过，我可以看底下有没有。你注意到下面是有机关的，但是你不确定是怎么样可以触发，但你发现这些都是火焰发射器。嗯，果然是火焰发射器。那我可以就是凭我的知识来判断说，就是它可能就是发射器的那个触碰是在哪里，或者是说就是他们大概可以达到的范围有多大吗？帮我塞个 intelligence， 纯的 intelligence， 就真的是动动脑袋，来吧。好。你想了想，你看了一下周遭，你注意一下这龙头，虽然你没办法判断出来，但是以那个口可以喷出来的口径，你又想了一下你在剑桥大学，你的大学教授教你如何，也就是建筑一些小东西，还有你想起了你的家乡，你的父母亲他们做的小玩具的一些，就是小小的一些这样子零碎的一些知识这样子聚集，你大概可以判断出来，这个虽然你不确定它是直线性的还是连续性的，但如果它是，你可以你想起的大概可能会有两种，会有两种，一种。如果触发了，可能会是直线型的喷射。那这种直线型的喷射，可以，你大概看了一下这个小房间，你算了一下这个房间它的距离，你看了一下30 feet， 这个房间你大概看了它是一个30 feet 的房间。如果这四个同时触发，如果是直线性的，会变成是直线性的，只要站在，虽然不会是范围性的，但是。如果这个触发直线性会变成一个很难的阻挠，你想起想想，好像夏威夷那边有人跳着火焰舞吧，但大概没有练过，可能还是会被烧的精光吧，这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连续性的。你想起了这个连续性的，这并不乐观。一开始可能会是一个小小的火焰，但是随后火焰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这个则就是灌满了整个房间了。那应该会先把就是那个羽毛还有卡纸拿起来，然后走到亚瑟的旁边。亚瑟先生，那个这个机关，应该说就是这四个石柱好像。就是有被后来进来的人动过一些手脚，然后我发现了这个可能是在讲解他们的部分，不过我看不太懂，可能需要你来帮我。这个卡片是不是很眼熟呢？十分的眼熟，非常的眼熟。我想要看到上面写什么。你有发文精通吗？现在有了吧？有发文精通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是没有。没有的话，帮我塞一个。你没有吗？那你帮我塞1d20加 wisdom， 如果没有的话。加什么 ？wisdom。加wisdom。瑞士。用经验去判断。你看着上面，你感觉到非常熟悉，但是你随后看到，因为上面是法文，你可以辨认出来，然后你想起你妈妈的脸，暂时不想去看。偷撇了过去，超讨厌发文。这个你们不觉得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呢？凑过去看，认出了那个羽毛，如意。连这里都有吗？可是我暂时看不懂。选择性逃避，我也可以看一下嘛。我也可以看一下嘛。走过去看。以路易斯的语言的话，一滴二十。存一滴二十，因为这不是经验了，一滴二十而已。
对，看着那个羽毛说：“哦，我知道，丑小鸭会嘛？哎，他们有来这边哦。”哇！哇哦！你突然看得懂啦，瑞斯，你打量着下上面的，上面虽然写着法文，但是你紧紧的就眼睛再仔细看了一下，你发现，这个人看起来，这个写的家伙看起来，比起说法文，看起来写的有时候掺杂法文跟英文啊，那把法文的地方拿掉，应该我都看得懂吧？你非常自信的，就是打量看了一下这整个信的内容，或许可能。真的吧，上面写的真的不是，可能不是当地法国人。你发现上面破碎的法语，当然你这些你当然看不懂，但是你那些破碎法语加上英语的状况，你把这些英语的部分你都读了，而且当然你也看了一下，就是这些破碎的法文，当然这个连接词这个 D 一这个想起了。你的女儿选修了法文这一块，所以这个应该这样子吧，这样子吧。你结合出来你，你对，在你的各种数学公式的背景之后，你结合出来里面的内容。你上面你发现上面写的是一个指令信，你看到上面虽然写的有点破破烂烂，但是看起来是有人下的指令，你认不出来写的人是谁，或者说发司令的是谁，但是你看到上面写着探索。把里面尽量的探索清楚，我们要的是那个东西，我们有那个东西，教授他会非常高兴的。你只要做好你的本分，不用多问，你只要拿到东西，你就会有相对的酬劳。而为了防止后续有其他的来自那一些要反对要扑灭我们势力的人，记得凡事必留下痕迹，记得多动点手脚。我想研究一下纸张，这个纸张感觉过了很久了吗？还是说是好像这一阵子才掉在这个金字塔里面的？这一阵子没有很久。啊！可是一定有好几个月以上，大概一个礼拜前吧，有好几个月了。但是没有到很久，没有说好几年，就是好几个月。你看，Leo嘴角终于难得的上扬了，太好了！看来，怎样？终于有可以射杀的王八蛋了。终于不再是一些虫子啊、木乃伊啊、蜘蛛啊什么之类的了。如意就把那张，夏洛先说，夏洛他就是，这四根好像是火焰发射器，虽然不确定他们是哪一种类型，但是可以喷射的范围应该还蛮广的。你等到现在才跟我们讲，我也是刚刚才看到的呀。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有人带着这张卡纸照着上面的指示然后留下来的，就是这些火焰发射，你说是火焰发射器的东西，然后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他们想找的东西就是找到，可是就看不出来，可是他们就是说还要妨碍后面来的人才，所以他们才设置了这些东西。这样他们想找什么？这个他没有明说。哦，不太好预感。所以说这些龙头是火焰发射器，然后那张信上面还说他们设置这些就是为了要防止之后来的人，是这样子吗？应该是这样子，看起来就不管他们有没有找到，总而言之我们要在里面找，大概就是可能免不了要对上那个就是我会喷火的东西。好，那这时候 Leo 看了看那口石棺，然后稍微想了大概两秒之后，OK， 好，我要出去了，
马上不管石棺里面的东西，直奔的朝着房间的出口走过去。其他人呢？嗯，是啊，因为如果有人架设陷阱的话，一定机关通常都会跟石棺有连结嘛。那如果他把石棺作为机关的那个触发的话，那他应该会把石棺里面一些好东西都拿走了。应该会拿走，然后才设置机关。就是这件他们已经收过了。对啊，所以没必要冒险。但如果有人要冒险的话，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配合。只是我是在想到底是石棺开了就会触犯机关，还是把里面的东西拿走才会触犯到机关。我其实有点好奇，因为如果他们里面摆了一个很赞的诱饵什么之类的话，或许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因为刚刚比较像是拿了之后才触发，而且还是拿了之后有一段时间才触发。对。欸，可是刚刚那一间是古埃及人设的陷阱。对啊对啊，刚刚那一间的应该是坟墓里面的那个内建的机关，然后这个是他们弄。我在想到底要不要用生命去赌来确认这件事情。你不是有法师之手吗？可是法师之手没有办法搬重东西啊，他只能就是那种把门稍微推开之类的。对啊，我们可以先撤到门外，然后去打开那个石棺门啊。啊，就法师之手没有办法推动石棺。对，就是石棺太重了，他只能够就是拿一支笔程度的重量。就是那个门已经普通门已经打开了，法师之手可以把它推开，就是它的承重量很，对，它不能够，对，不能直接开门，但是、就是、承重量大概是十磅。啊，那有人要用生命赌吗？还是我先？哇，我就看一下其他人，在时光附近看看。那我也跟着夏洛特去看一下石棺上面有没有写什么开启方式好了，正确的开启方式。我为了看好了，石棺上面总觉得应该会有什么磕的东西。对啊，或者是就是至少也看一下说里面是什么人呢、啊？我要看看那个龙头，看我没有办法把它转个方向。没办法 ，Leo， 你尝试想要掰龙头，这边是你发现龙头是锁在，会往是在石柱上的，是没办法掰的。可恶啊！我想看的是，就是石棺下面跟龙头那边有没有什么可能联动的东西？没有。你和 Royce 默默到石棺附近，你看到石棺附近也就是两个柱子在那里，但是你们两个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多的联动性。要说的话，更像是这两个石柱就只有那两个石柱，在石棺附近那两个石柱没有龙头，你看到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没有任何装饰，非常朴素的一个石棺，但是大概有一个人的登山道，没有，也没刻任何文字或者是图样，没有，而且感觉上面积的灰尘，尘埃倒是有的，但是没有任何的图样，什么都没有，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石棺。啊，这个尘埃。看起来积了多久？就说有，就是超过一年的那种感觉吗？有。那感觉应该，就是说他们这些来的人会不会也都没有动过这个石棺啊？就只是想想，然后就如意就稍微就是用手抹了一下那个灰尘，看起来很厚。哦，
要开吗？嗯，你觉得呢？要，因为外面我是蛮想开的啦。嗯，你想开就开吧。我既想开又害怕。嗯。或是有绳子的话，可以捆住脚，然后我们撤到外面把它拉嘛。这样的话至少在房间外面。没办法，有。不是啊，你绳子你要，你只有绳子，你没办法说很有效的捆住一口石棺的盖子啊。就是、除非有钩子什么之类的，除非有钩子，对，除非有钩子。嗯，说起来，我们有岩钉啦，岩钉没有用啊，就是把岩钉，哦、就是你把它岩钉、就是、在上面，然后拉开，是不是？在上面再绑绳子。你有锤子吗、嗯？有啊，因为我有皮鞭啊。对，然后我也有绳子，五十尺长。好啊我好像也有买绳子，我看一下。对啊，就是探险者套装，现在赶快来看探险者。以后会加在光上面。我也有五十尺的绳子，所以我们这样加起来有100尺，应该够了。好，不然我们试试看这样子好了。岩钉和锤子。我们就试试看吧。嗯。因为如果是打开来，然后就会触发机关的话，就代表说里面的东西不管怎样，我们都拿不到。那如果是拿走东西之后才触发，我们至少可以先看看里面到底是啥，再决定要不要拿。欸，有人有镜子吗？突然，我没有。嗯，没有。然后，所以现在六的想法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要就是。先开看看了、就是用你刚刚说的方式开关，所以我们要退到门外，然后看，然后就是把那个岩钉还有绳子都架设好在石棺上，然后退到门外，然后拉绳子来就是开石棺这样。对啊，嗯，就至少先开吧。对，就是先开。那有没有办法？就是如果有。就是有个镜子的话就可以好不行这不行，这一定要开了才行。对，没有重点就是我们先开嘛。那如果机关是开了就会被触发，那里面的东西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拿不到，那就算了。嗯，往下一个房间移动。那如果说他是拿走才会触发，我们至少可以看看里面是啥东西，再决定要不要冒生命危险。好，行动吧，来吧，十只园丁好好利用。然后把那个绳子和园丁有效利用。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两根钉子头尾各一根，然后我们有两条绳子一样，就是各绑一条，这样子拉应该会比较好拉。可是就担心强度啦。就是说要不要定四根然后不用吧，比较稳。没有，重点是、就两，我们只有两条绳子，你定四根，我们也只能绑两个、啊。好，也是，那就下手吧，来吧，耶！不好意思，打扰了，然后就开始就是拿岩钉敲敲绑绑，对，敲敲绑绑。你讲这种话，并不会让这件事情比较有礼貌，好吗？你他妈看人家关，还盯人家关，然后人家说打扰了，并没有比较有礼貌。往好的方面想，我们只盯他棺材，又不是盯他的尸体。你看外面那个被我拿来当探路的，你还好意思？你还好意思讲？这个 Grantier 真是我见过最有礼貌的人。帮我塞个命中吧，看一下有没有落在石棺上。啊？什么东西命中？没有，我们是要先在那边把那个石，就是钉子钉到石棺上面，然后绑好绳子，然后我们拉着绳子出去。嗯，
OK， 好，我知道了，往外拉。好，你们将就是左右两侧就是钉上的烟钉，然后你们看到左右两边就是50 feet 的绳子，当然这个房间只有30 feet， 那你们来吧，推到就是推到门外，然后应该就我跟 Louis 两个人各拉一下，然后就预备，拉，来，那两位帮我塞个力量或是运动，随你们喜好都可以。我那叫团体，我看一下，我很有干劲吗？对。没问题，两位大力士，好，你们就是拉在门口拉着绳子左右一个，然后就是因为通道还蛮挤，但是你们就是忍着这个挤的这个状态，然后两个人一边一手拉着绳子，然后将石棺硬。拖着，然后你们听到看到摩擦声音，然后痛，石棺打开了。你们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因为你们现在的距离看不到，但是开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跑去外面，然后但是房间没有瞬间烧起来，对吧？没有，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是石棺开了。OK， 好，那所以也先回收绳子。先听一下，没有什么机关启动的声音，都没有，什么事都没发生。哦，一片寂静。猫球就是回收绳子之后，蹑手蹑脚的，就是跑过去，然后小心的观望，小心的观望，多远？还蹑手蹑脚的，对，还不敢就是直接凑进去，可是就是跑过去，然后停下观望，然后再跑过去这样子。你在到石棺之前，你看都没发生，都如同就只是石棺被打开了。但是你进去，你走了几步进去，东看西看，什么事都没发生。你再往前走一点，东看西看，都没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好，就维持这样子走到石棺那一边。然后你来看一下，你看了一下石棺，你注意到里面是静静，是木乃伊。你看到一个木乃伊，紧紧的，你看到双手是交叉。当然，你看到的姿势，你想起百科里面，他们确实都是这样的姿势为重。你看到，你还注意到这木乃伊就是全身上下都被绑着，都是绷带。你看不清楚面庞是谁，但是你看这个骨架，看起来是一个女性的骨架。而你注意到有一个皇冠在他的头上，你注意到是纯金的，闪闪发光。而 Louis 帮我做个 Charisma Saving Throw。这个时候看到 Louis 走到石棺那边没啥问题，队友应该就会凑过去。怎么样？有啥东西吗？我也要过去。我应该还会去看看。是木乃伊。侍女可以有这是纯金吗？然后其他人也帮我塞个 Charisma Saving Throw，你们都注意到都是一个女性的木乃伊。我没有被皇冠魅惑吗？哦，拜托拜托，是被皇冠，不是被那个木乃伊，不然这辈子会丢脸死。救命！对尸体产生了兴趣。No！ 16。男孩子们，你们看着，你们看着这个皇冠，你们注意到这个皇冠就像是有魅力似的，就像是在吸引着你要把它拿起。而当然，你们正在眨眼，正在挣扎，正在纠结的时候，你们已经看到 Charlotte 默默的抵挡不住的，已经把皇冠戴到了头上。Charlotte 是这样子的，你现在获得了这个东西。你现在获得这个东西，然后请大家帮我塞先攻。啊！请问，所以现在需要的是有这个东西，已经是无法。我要塞先攻，你也要，你也要。好，你现在你那个皇冠，对皇冠的那个我已经贴了。你现在一个诅咒，你有这个东西。诅咒是可以这样的吗 ？No！
裁发可以让人诅咒了又诅咒吗？有不同的诅咒。那没关系，我好处上你可以用魔法，你有没什么用的魔法可以？往坏处想，你回到伦敦，绝对一堆人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你。哇，居然在大英帝国的本土带着其他国家的王冠，不要命啦！直接按在头上，对，是按在头上，是拔不下来，是一个细细的、美丽的、精致的埃及的皇冠，但是它不会说到浪太显眼，不是那种非常显眼，因为毕竟你们注意到，就是这个是算是侍女的，所以变成这更像是一个饰品。你们都注意到上面还镶嵌着美丽的小小的虽然是钻石大小的一个宝石，很小，对，是拔不下来。但是你对现在需要你这个是 May Chain， 你可以一天可以用两次，也就是不会花任何你的任何的东西，就可以直接用这样。好，而当然路易斯是19嘛，哇，路易斯这次这一块最快，好，是这样子的，超快，路易斯胖，你注意到。一个特别景象，你看到你正要阻止 Charlotte 将皇冠戴上的时候，来不及了。看到这个皇冠就紧紧的，就如同抓，就你注意到这个皇冠虽然细细的，但是这个纯金的皇冠，注意到它的前端除了宝石之外，下面有点像是手紧抓着、互握着的一个图，左右手是互握的一个雕塑。而路易斯，你在看到这当下。看到了龙形，四个龙开始砰射出了火焰，直接醒的。Acrobatic 时间到，来，路易斯，你要做什么？你看到前面有两道火焰，是的，要跳凌波舞了，是凌波舞了。所以我先看到，所以我就试着闪躲嘛。没有，就是。我想我没有没有不用闪躲，就是他是在挡在入口门前。你看到就是这个房间有30 feet，然后你前面第一个前面有一个大大的火焰，也就是两边的龙头喷出了火焰，所以就是你要用，你可以用 acrobatic， 或是你要直接挡住也是没关系，你要承受伤害直接走过去也没问题。但是就是有两个可以想象凌波舞，但是那个凌波舞的绳子是着火的。然后有两个绳子，一个在你们前方，然后一个在入口面前，所以也就是中间有一个安全地带，但是前后都有火焰，就是两个柱子的龙头这样喷射出来的。等一下，我想一下，这种情况真，该做什么？入口。是跑吗？那个可是那这个木乃伊没有动，这个木乃伊完全没动，完全没动，静静躺在那里，对，静躺在那里。但是所以里面只有木乃伊吗？对，只有木乃伊。有触手吗？没有。这木乃伊说起来，那个本尊是指。总而言之，这个木乃伊应该本身也有一些什么价值、研究价值之类的。你说不这样子，你是要把它带回去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过，假设说，我有一个很差劲的想法，就是拿着这个木乃伊，就是顺利的话，那个看，就是火焰会不会闪避它？一个是，另外就是就是它也可以用来当个防身的东西。就是假设说我们要经过火焰的话，拿它挡一下之类的，用非常。你要拿它去？我是不觉得火焰会避开木乃伊啊，因为毕竟这个火焰感觉像这个东西不是头小鸭会设置的。对啊，就是如果这个也是对，但是。哎，我突然想问一下 ，Magic Hand 有时能够挡住东西吗？没办法，它是透明的，透明的，没办法，它不。可恶啊，这个小手都感觉没啥屁用。幽灵的手 ，Magic Hand 就是懒人之手啊。
就是你要拿电视遥控器什么的，或是按按钮那种感觉，拿电视遥控器按按钮，或是那个简单的、简单的像拉的，对对，摇一片太远了，对。才十磅的话，不过这样子十磅差不多就是三公斤左右，然后大概一个小婴儿，新生儿小婴儿。所以要说的话，就是拿得动比新生小婴儿还要轻的东西。对，那就是例如便当，例如便当，对，便当或是饮料或是。你已经躺在床上，然后想要关灯之类的，耍废一只手。好，所以你要干嘛？我你要这么做也不会有人阻止你吧？其实，对，就我只是这样子想，可是我觉得路易是不会做的。对，好，那我就路易就直接就是很慌张的说烧起来了，烧起来了，所以是那个就拿了皇冠就会，所以是拿了皇冠才烧起来的吗？然后他就是就是摇摇晃晃、摇摆不定的在想要走还是没有要走。好。所以这回合要做这件事吧 ，OK。对，他还在慌乱中。好，那 Leo 你要做什么？但是逃，可是要怎么逃呢？哦，我想要做一件蠢事，我想要捡起我刚刚丢到地上中间那只手臂，然后我要朝着那个入口处其中一个龙头的那个喷火嘴那边丢过去，看能不能把他的喷火嘴塞住。帮我闪命中。突然想试试看，琼斯教授都可以卡用死人骨头卡住齿轮，我用死人骨头塞个喷火口吧。哇，17，差一点没有。你尝试将手丢过去，但是你发现这个手好像太干了。你看到手再挥过去，并没有插进去，而是要飞到龙口面前，你就看到这个手轰隆被烧成的只剩下白骨，差一点。Shit, awesome. 哎呦，我怎么办？这个如果要过去，是不是要 acrobatic？ 对 ，acrobatic。你还有救伤？我在想，如果那个龙，那个柱子有没有？可能把他打，谁知道呢？想想，因为就不太知道，所以没办法造成损伤。怎么办？我先放个虚假生命。看到阿瑟默默拿起水壶，滴滴滴滴，虚假生，滴滴滴滴滴。好，小罗，你要做什么？虚假生命。OK。哇！我应该会跟大家道歉。我很抱歉，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突然想把他带上去，可是他现在也拿不下来。你看到小罗在那边扯，戴着很好看。总之，我们先想办法离开这个房间吧。我想，那我应该会去，就是离我们最近的那个在喷火的那个龙头，我想去看看可不可以把它，就是找到它触发的地方，然后看可不可以把它关起来或者破坏。帮我甩一个 intelligence。好。没问题，你看打量这个龙头是可以关的，可是你发现上面是有机关的，你发现上面你可能需要解，你要解东西。啊哈哈，有解谜哦，有
解谜了。哦，哎，各位，龙头好像是可以关上来的，可是好像要解一些小机关之类的，或是谜题呢？假的哪里？哪里啊？怎么样的谜题？在龙头三个大男人朝底扑了过去，把位置让给他们。快拿！在哪里？在哪里？你注意到上面有大大小小的一些密密麻麻的字，然后我想你们四个都帮我塞 intelligence。啊！intelligence。存着 intelligence， 哎，我的 intelligence 从来没有过15过，也比我们两个高，好丢人。好，在你们就是在互相看着，毕竟上面的字，你看到上面的火灾智力，大大小小都是，这是九宫格吗？你看到的是九宫格，可是又看到了一个，这九宫格是你注意到，你们都注意到这上面完全没有任何提示。可是 ，Louis， 你看到了，就是这个九个孔中有九个符号，有九个符号，这个九有点乱乱，有九个是九宫格，你注意到是有九个符号，对。各有一个符号，然后我先要念了，对，耳朵，聆听一下。好，第一个我是从就是一二三，就是左到右，然后上到下这样。好，第一个 okay, 第一个符号你看出来是一个女孩子，一个女孩子坐在那里图案。第二个你看到是女孩子后面有触手的图案。第三个你看到是。女孩子喝下东西的图案。第四个，你看到的是女孩子有蛇在双脚旁边的图案。第五个，你看到的是女孩子，两个女孩子，可是一个女孩子是坐着，另外一个女孩子是拿着瓶子的图案。第六个是女孩子拿着安卡的图案。第七，对，也就是到底是啥、啊？也就是一个女孩子拿着像是十字，但是头是圆形的。而第七个是女孩，你看到是女孩伸出手，可是你看到这两个蛇是月上的壁画，这图案月上的。然后第八个、月上的图案、有点乱。第七有点乱，第七个。第七个是女孩，第七个是女孩拿伸出手，然后有两个，她旁边两个蛇月上的图案，往手上对往上跳， 往手的方向。第八个看到是一动也不动女孩的图案，还有你还看到是流血，手有两个洞被咬的洞，而第九个是。女孩还有一个来自于异国的男人相爱的图案。这好像是一个连环图。然后是在描述这个女孩子、遭遇的事情吗？这是不是要所以、应该是要按照发生的顺序去按相对应的吧？对，对你记得之前有谁说过这样类似这样的故事？就是那个艳后跟那个异国男人相爱那个故事。
Cleopatra 最后是跟 Mark Antony 一起死的，然后他是被蛇咬，所以第八个应该是最后一个。第八个是最后一个。好。哦、嗯。等一下、等一下，可是有一个喝下的东西，他喝了什么？那喝下东西的应该在就是三应该在五之后，然后呢？是不是喝下才会有触手出现？嗯、有可能，好像有可能。所以应该是五三二，然后多少八，那再来是前面的顺序。他拿着这个东西代表什么啊？就第六个，那就是那个是那个符号掌权的意思吗？就是那个应该是那个应该是他登基的意思，是掌权的意思吧？对啊，应该是登基吧。所以他是六应该是登基，坐在图案上什么意思？作者的图案啊，对，第一个是，这个是指，那应该是我打错，听打错，没事没事，我给你们，给你们五分钟讨论好了，我去倒杯水，让你们讨论一下，五分钟。作者不知道是指已经成为王后王了，还是就是普通的状态。我觉得第一个应该就是第一个，可是就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一，然后我觉得一后面应该要接九，对，然后再来是等一下那两个女孩一坐一拿瓶是什么意思？安葬吗？应该就是应该我觉得五应就是三应该接在五后面，因为就是那个女的。就是两个女孩子的那个，就是其中一个拿瓶子给这个女孩子，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女孩子把瓶子里面的东西喝了，然后可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是那个瓶子吗？他喝的是另外一个瓶子吗？他喝的东西是那个瓶子吗？他就是喝了一个瓶子，对啊对啊，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啊，没关系吧，我们就先瞎猜吧。就不知道他喝了之后是长出触手还是长出蛇。等一下，蛇就是第一个图案不应该是一，第一个图案应该是九。然后第一个图案，我觉得可能是代表说马克安东尼已经死了，所以克里奥帕特拉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那之后就对。那就是九，然后他是九一，然后五三，然后二，然后六后面，然后叫什么、九四八。七八这样子吗？五三二六四七八。等一下，九后面不是一吗？啊？就这样子说好了。就有没有人比较了解的？就是那个马克艾诺尼还有那个就是。就是这一对男女相爱是在就是这个女生掌权之前还是之后？他前面的是在，我没记错的话，马克安东尼跟克里奥帕特拉是克里奥帕特拉已经是女法老之后的事了，因为前面还有个凯撒帮他变成法老。那这样的话，我应该会在九之前。不是六应该会在九之前，抱歉。对，可是不确定那个异国男人是不是马克安东尼，或者是朱丽叶斯凯撒？凯撒有没有？因为如果是凯撒的话，我就会在前面。之前
应该是凯撒，因为之前那个谁啊，就是之前他们讲的那个故事，就说在就在说凯撒，就是麦隆说的。好，如果是凯撒的话，那就是久在之前嘛，就说是那个对象不同，顺序会变。然后如果是凯撒的话，那这样子后面应该是变成九六九，因为是凯撒帮他上位哦。好，然后哦，那这样的话会变成说是九六，然后再来就是 Cleopatra 变成一个人，所以是一，然后就 K 笑，然后就跑去跟神做了交易，所以是五，拿药水，然后再来三，喝下药水。然后二长出触手，然后接下来就是悲剧的那个长蛇，然后被蛇咬，然后死掉这样子。对，所以后面是四七八，四七八最后面三个数字是四七八，应该是跑不掉了。嗯，九六一五三二四七八，多打一个脚。主要最困难的点是在于说，他的那个孤一到底应该放在哪里比较合适？就还是说应该要把一放在说，就是他掌权，然后长出翅膀之后，就是放在四七八前面。对，因为变成一个人，所以才引发悲剧。也好像也是。嗯，就变成九六五三二一四七八，九六五三二四八，九六五，我觉得一应该没有那么，一应该没有那么后面，后面，感觉应该第一个比较有可能。因为不确定他坐着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也有可能是起始状态啊。而且蛇跟触手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其实有点不懂。蛇代表他就是他拿来就是自杀，因为那个墙壁上的画，因为墙壁上的画也都画他有花斑蛇，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嗯，可是你记不记得我跟触手就是对，就是就我们在船上的时候那个也是就是还是说有蛇也有触手。对，就是蛇在蛇有点蛇在他身上，然后他能召唤触手，就是那个啦，我是说那个，就是触手是干爹本体，然后蛇有点像是他的那个恩师之类的吗？对，就寄生在他身上的感觉。嗯，然后说起来这样子要说的话，会不会是他没有达成他的就是那个触手的一些使命，所以那些蛇反而弄死？就说不那这样子的话，不说他是用来自杀之类的话。可是就算这样的话，那个顺序也没什么，也不会改变。对了，就要么就是九六一五三二四七八，要么就是九六五三二一四七八。我觉得这两个是最有可能的啦。嗯，宝贝们，讨论的如何？要现在要选一个项目来试吗？好了，那大家就觉得说，到底那个坐着的是比较前面还是比较后面？好了，大家来表决吧。我觉得，我觉得是比较后面的、欸。我觉得这是比较前面。我也觉得比较前面，我觉得一应该是在他和拿到瓶子的那个前面。
路易斯呢？照刚刚的，就是之前的总的情报，它比较像是比较前面的那一个吧。OK， 好，那我们就按96153，一个一个按啊，一包。那你们看着这个九宫格石板，那要先按哪一个呢？第九个。你默默的看着，手在颤抖，看了一下九相爱图，你按下去，咔哒，没事。好，那再按第六个。你默默将手指移到了第六个九宫格的第六个位置，按下去，咔哒，没有事。好，见证重点的一刻来了，按下第一个图案。你将手默默移到了第一个，按下去，咔哒，发现火焰变小了，然后感觉到某处好像在震动。好，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马上飞快的按下第五个，咔哒，火焰的力道又更小了一点，发现感觉到。你们注意到，就是入口那边原本是开，但是你们注意到在右侧，也就是离棺材的左手侧部分，开始有什么那边的墙壁开始震动的越来越大了。马上把三也按下去，咔哒，你感觉到在震动的火焰的力度又越来越小，比刚刚又更小一点，发现震动的力量，你看去门，你看起来像是门的形状，从石墙里面慢慢的。弱了出来，门的状态。哦，还有秘密通道，非常有信心的按下二，咔哒，感觉到门好像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显现出来，是暗门，火焰力道又更小了一些。是，在按下去刹那，火焰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你注意到入口原本你们进来入口那扇门缓缓的关了起来。而你注意到暗门那边缓缓的开了起来。Yes， 七给他拍下去。你按下七的按钮，看到火焰开始慢慢的越变越小，现在只剩快要就是像是蜡烛，就是那种火焰喷射器那种小小的蜡烛的那种力道已经越来越小，而且你知道前面门关了起来，而门开始越来越打开。好，那把最后一个八也按下去。你按下去，它是你感觉到听到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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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响。你看到所有的喷射火焰的龙停止了喷射，而你会看到暗门咚咚咚咚打了开了，而发现是一个往上的楼梯。二话不说，马上先冲上去。你不先观察一下吗？如果就是踩上去，然后又中陷阱怎么办？我不觉得利友他是会这么深思熟虑的人。那我就看目送着你上，目送着你上去。看到利友就是看到暗门，然后直接冲上去，有光。那我跟着过去。好，就也跟你们四个就是顺着 Leo 的方向，然后开始直往而上，继续的就是迈着这个道路继续奔跑着。而你们随后一直奔跑，然后感觉到这个路途是一直往上的。你还看到中途还有像是弯道，有点奇怪为什么会弯，可是就是一个直直的道路。你们继续往上奔跑，跑着跑着跑着，而你们注意到你们来到了。一个走廊前，你们发现这个走廊就像是一个，真的是这个地方是密道吗？你们左右看了一下，看到后面的暗门就这样子缓缓的在你们上去的那一刹那，也看到它开始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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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开始慢慢的关了起来。而你们看了一下周遭，也注意到这些。灯都是燃起的状态，你们看到了左右中央，你们注意到，看起来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没什么人去过的地方，而且
灰积了满满的尘埃，可是又感觉到这地方，我因为似乎是没有人踏过的关系，所以特别的安静，只有火炬在那边缓缓的燃烧着。That's weird. 如果没有人的话，为什么这些火会亮着？没有温度的火。哦，那是魔法火。古埃及人的智慧。墙壁上的字写了什么呢？帮我塞 investigation 优势。哇，我想去看看这里面那个脸的那个地方。好 ，Shout 帮我做 investigation 一样。或是你看了一下周遭，你对比下了一下手上的翻译本，你注意到上面写着、埋葬，将他埋葬在那里，而这个通道在他复活之时接受到了审判，在他回来之时，他都是女生，他在他回来之时，他可以通过这个道路默默的接近，获得原本他该有的东西，完成他的愿望。路易斯也可以，你可以塞。你要看哪里？你是要看门还是要看墙壁？门还是墙壁？墙上壁画。路易斯，你看到也是一样的，你看到是一样的，你看到是一样的东西。你对照跟奥斯对照都是一样的，可以确定是，而且他都是女生的他。而 Charlotte， 你看的那个门，你注意到这个有着人脸的门，你发现看起来是一个入口。你看到这个门是可以打开的，是可以推开，是左右两边，就是你左边一个人往左边，一个往左右，往右边拉是可以拉开的门。比起他被埋了什么，我比较 care 说取回原本该有的东西。那原本的该有的东西是在哪里呀、啊？他原本该有的东西是指这个国家吗？可恶，居然是这么抽象的东西吗？就不能是一些金银珠宝什么之类的吗？没有，可是这个艳后他之所以会找就去信仰外神，他是为了什么？我们好像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对，我们不知道。不过克里奥佩特拉在历史上。对，以历史上来说，他的王权，他做了很多事情、啊。对，他是，所以确实是，如果是以历史为标准的话，他确实就是为了他的国家，就是巩固他的那个权力。所以，所以这里指的他原本该有的东西，可能真的是就是指国家吧，还是他的男人？他的男人很多呢，他很多哎、欸。哎呦，哎，真的吗？那个他不是就之前不是就是碰到那些的黑就是好感觉有关联的那些灰矮人什么说都说些、就是、对啊他们是想要就是他的愿望是就是什么就是充满水之类的让埃及充满再度充满水就是感觉应该是就是祈求不会是不是就是这个国家不会就是遇到干旱之类的，就是说原始的可能是这就是往这一个方面推想吧。嗯，那所以他该有的东西可能就是他的国家，没错。可恶，居然是这么抽象的东西。毕竟他是王哎、欸，他需要什么？他需要追求什么金银珠宝？对啊，他需要的是他国家富强。对啊，他觉得他国家要有那个水就能够富强的感觉。我原本以为他可能他该有东西可能是拉枝书啊，你知道那本全部都用黄金做的。哦、
可是那个也好像也不是埋在这个地方，它埋在另外一座城。对啊，就是就目标不对，持有对象不对。是要想说什么？哎、欸嗯，我可以看看，就是地上就是那个有骷髅头跟字的东西，那边会不会看起来像是什么排水孔之类的？你看了一下，你发现下面确实是排水孔。哦，突然怕。你想到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或触手，感觉打开门可能会有水流出来之类的吗？哦，这感觉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如果说在埃及谁掌握水，谁就可以统治那个国家的话，那他的财宝一定就是他个人的私人地下水库。他make sense。那个排水孔是湿润的吗？不是，很干旱。可以感觉到风之类的吗？可以。哦，很通风哦。嗯，这要是不通风的话，我们可能会闷死在这里吧。也是，这边真空状态。牛。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那个画像上面那个女坟墓了。那就把入口拉开吧，还是说大家想要一样在那边再短修一下，因为感觉这边应该还蛮安全的。对，可以短修吗？不要问我，你们就看你们想怎么做。这个走廊，而且照明还蛮，这个地方照明还蛮对，感觉应该是个蛮适合短修的地方。只是这一次短袖之前，我要把刚刚肖特注意到的那个骷髅头把它弄碎，啪啪啪 ，OK， 把它打散，好，然后这回我才能安心的短袖。大家要短袖吗？我觉得短袖是个不错选择。你们要打算休几个小时？我觉得可以一个小时，一个吗？还是一个或两个就差不多了 吧？对，那一个两个，一个就所以是应该两个，一个好了啦，一个两个吗？都行，一个啦，你很有默契耶，一个减十，那就一个，就一个，一个小时的话就是一滴你们的生命赛，然后如果短休那种短休可以恢复的法术就是可以恢复这样。嗯，然后我想你们四个帮我甩个一滴二十，虽然刚刚好像啊，就是断，就是甩一下短袖的骰子之后，然后再帮我甩个一滴二十。哦，全部都是吗？哦、OK， 是这样的，你们在这个一个小时过度过是还算蛮平静的，但是感觉到这个地方看起来真的是因为没有什么人或是没什么特别的方式，而且老师你用你的灯照了一下已经被利用打碎的白骨，也没有任何的印象出现，是因为被利用打碎了吗？还是这本来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呢？你照了照，没有任何反应。而 Ruiz 帮我塞个 OK。Ruiz， 你虽然说这个地方十分的平静，你看着其他人，也就是稍微伸个懒腰，然后
放个松，吃个东西。但是你注意到排水孔部分有阴影，你注意到了，你看到有几个阴影默默的滑到了那个门的后面，人脸门的后面，滑到了门什么门？人脸门的后面，就是滑进去了。人脸门的后面、OK， 人脸门。哦、然后大家就都看到，就是那个就路易就突然变成一团炸毛的、大橘猫。然后路易虽然什么都没说话，可是就是他很明显的炸毛了。路易怎么这么突然、欸？怎么了吗？嗯，我觉得好像看到一些可疑的阴影，顺着那个就指着下水道，然后。后就是又指向那个人脸门，希望不是，希望是错觉，又希望不是错觉。的阴影啊，有一点点像，总而言之是长长的，然后滑溜溜的那种东西。哦，好，够了，不要再说了。我们已经遇到了蜘蛛，还遇到了虫。现在只剩下那个滑溜溜的东西就可以凑满三大元素了。什么元素啊？他们是灾难吗？算了。对啊，其实假如说这边出现蛇也不是多意外了，毕竟你看那个宴后是一直身旁一直出现花斑蛇，还有触手。也是。好吧，那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应该吧。嗯。哦，那我们就去把那个门给拉开吧。我说、啊、那个墙壁上面那个是圣甲虫吗？是那个雕刻。对，是。啊、就算里面有蛇，还是要进去啊。嗯，谁要拉呢？谁要拉？我好想说换阿瑟去拉拉看，可是感觉非常的不合理。有没有办法用类似我们拉掉石棺的盖子的方式重来一次？就是我们就是先钉一些钉子，然后绑上绳子，然后站在远一点的地方拉。啊，如果是对外拉得开的话，应该是可以啦。如果它是左右那种类似日式拉门这样子横拉的话，那就麻烦。欸，我觉得应该不可能横拉啦，因为它就是如果横的话，就是就那个脸可能会撞到两边的柱子。那这样子的话，刚刚静好像说要一个拉一个回，他要什么？其实他应该是两扇门，然后一个往内拉，一个往外推，这样好像是这样。哦，所以要一个往外拉，一个推，那什么？我会用法师之手推推看门，不是只能推三公斤而已吗？推推看呗，对啊，说不定意外的亲之类的。哎、欸，我想问，一个法师之手可以推三公斤，那如果两个法师之手，是不是能推动六公斤？你们两个一起带重量，能不能像一次叠加、啊？我突然想问一下，看是做什么了？看是做什么了？主要看状况了，看状况。对啊，因为有一个法师之手的就是有人带着可以用法师之手的皇冠，就是皇冠，有人就是本身会用法师之手，然后就来推，一起推推看门这样子，两个法师之手，可以啊，好蠢哦，懒得小手脚，你们说这是耍废之手吗？就这个时候拿来耍一下啦，对啊，你们觉得角色会想到这一件？你们觉得角色会想到这样子吗？嗯。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可以行动的。哦，对，大家的直觉会怎么做呢？队友的直觉可能就是直接马的踹门，然后扫射。Hello, my little friend 可是这个不是平常踹的那种门，那是石门，而且感觉还蛮厚重的，啊、踹了可能哎呀，是你应该脚扭到。哎呦，对呀、啊，先观察一下，没有。对啊，就稍。就感觉需要就是小心的靠近，然后看看就是那个门附近的那个滑滑的东西在不在，然后顺便观察一下门本身有没有就是一些机关是就是提示说它是往内还是往外，我们要怎么开，有没有锁。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门是人脸呢、欸，如果到时候走过去靠近一定范围，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回答我的谜题才能让你们进入，不就挂赛了？靠背，靠背，往回走没有？好了，总之我们先观察门吧。我们先围观一下，我们先围观一下这扇门，围观一下这扇门。你们看着这压力，你们看着这一扇门，它就是一扇有着的链门。你们看着并没有任何太大的所谓的也就是特别的地方，但你们有注意到这个人脸它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缝隙，是要左右一个，所以是左右推开的。哦哦，所以还真的是日式拉门这样子很拉哦。不，也就是说，就是那个他在推开的时候，他的这个人脸会变成一半，然后鼻子可能会就是稍微推过去一点的话，鼻子会撞到柱子上。在，没关系，就是不要在意这种无聊的细节嘛。对，那不管他撞不撞到柱子，又不是你的脸。所以他是左右，他是日式拉门，叫左右横拉的。那就拉吧。谁要拉呢？一人一边吧。应该还是，哦，不然这回四个人一起下去吧。一人拉，两个人拉一边如何？哈哈哈哈哈。给我拉中，说起来，对，没有错。说起来，这就是这种人脸门都有一点邪门，就是说不定碰了他就会怎样。没关系嘛，这回就大家一起都下去嘛，公平一点，不然下楼已经有两个诅咒了。先拿个什么东西戳戳看吧，先用法师手摸摸看，戳，没有反应，你用法师手抚摸可以，摸没有反应，浪费了一个。哎，他皇冠直接像斗牛那样吗？就是头顶去戳戳看他。好滑稽的面而下，我没有反应，有发现。拉了啦，又拉开了。所以你们要进去 吗？因为刚刚说那个火焰房间的那个，我们一开始进来的门入口也封起来了，所以应该也只能往前走啦。嗯，对，我只是例行性的问一下，所以我们要进去吗？这样。我们只能进去了。你看他Leo一脸非常坚定的，悲壮，悲壮。好，那就拉吧，拉的来吧，塞吧，力量或是运动，力量。So, OK， 选一个喜欢的，力量或是运动。欸、好，是这样的 ，Leo 和 Louis 你们就是很努力的吃奶，一起推着，需要你尝试推，但是你感觉到是的，因为诅咒印堂发黑，那感觉到你的力量是很弱的，但你还是努力推着。而我们看着 Arthur， 我们就以外人的观点去看吧。我们看到现在 Arthur， 就假如说了。